Originated in China more than 1,000 years ago, and this is called on the bubble.尊敬的格鲁吉亚伊拉克利加里巴什维利总理阁下，尊敬的格鲁吉亚莱万达维塔什维利副总理阁下，尊敬的阿尔奇尔卡兰迪亚大使阁下，尊敬的中国教育部吴岩部长，尊敬的周谦大使阁下，尊敬的各位格鲁吉亚贵宾，各位外交部教育部的领导，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格鲁吉亚的著名诗人绍塔鲁斯塔维利有句话说，不善交友则是与自己为敌。他的雕塑今天来到了北语校园，这正是中格友谊的象征，也正是两国深入开展中格文明互鉴的一个象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非常荣幸能够在具有小联合国的称号的北京语言大学，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欢迎伊拉克利加里巴什维利总理一行来访。首先，我仅代表北京语言大学，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唯一一所以语言命名的大学，对总理阁下和各位格鲁吉亚贵宾，对吴岩部长周谦大使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建校60多年来，北京语言大学与世界上76个国家和地区的406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在海外建立了22所孔子学院和课堂，为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近30万名通晓中文的和平使者。从这里走出了很多杰出的校友，包括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泰国前总理王鹏贴等各国领导人，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康奈尔教授，有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白乐桑先生，有多国驻华使节，有德国著名汉学家顾斌，有格鲁吉亚蒂比利斯自由大学中文系主任、格鲁吉亚汉学会主席马林娜教授，还有4位格鲁吉亚同学正在咱们北语攻读硕士学位。他们都是在致力搭建一座座中外友谊的桥梁，他们践行着北语的校训，德行言语敦睦天下，他们是北语的骄傲，也是他们所在国家的骄傲。我们要记住他们，北京语言大学会把每位同学的名字都铭刻在北语的校史里。中国和格鲁吉亚的友谊源远流长，交往日益密切，北京语言大学在助力中格语言互通方面、文明互鉴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尝试。一是我们搭建了合作之桥，助力格鲁吉亚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学校已经和格鲁吉亚蒂比利斯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在汉语的标准制定、在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开展了务实的合作，为格鲁吉亚中文教育的开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二是畅通文化之桥，我们和格鲁吉亚驻华大使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尊敬的阿尔奇尔·卡兰迪亚大使曾经多次和我们相互邀请对方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和交流活动，有力地开拓了中格文明的交流平台。三是固化友谊之桥，推动中格青年的相互理解，开展了面向格鲁吉亚青年各个领域的汉语桥等线上的培训活动。2023年7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专门给北京语言大学承办的第三届文明互鉴大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发来了贺信，韩正副主席出席了会议。7月28日，习近平主席和加里巴什维利总理共同宣布建立中格战略伙伴关系。今天我们又在北京语言大学喜迎格鲁吉亚诗人绍塔·鲁斯塔维利的雕塑，真可谓恰逢其时，正好可以让北语的各位中外学生深切感受到我们多元文化交流的必要。在此我还要对雕塑的创作者袁希坤先生为此做出的独特贡献表示感谢。面向未来，我们将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以人才培养为本，深化中格教育互联互通。北京语言大学从1962年建校以来一直是教育部的直属高校，今天我们的吴岩副部长也莅临会场。下一步，我们将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明确自身定位，以建设世界一流语言大学为目标，进一步做好国际型大学的建设工作，在国际中文教育、汉学与中国学、区域国别研究、语言科学几个方向发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学科专业，发起中格大学联盟，承担格鲁吉亚中文教育对口支持基地的重任，为中格教育开创美好的未来。二是以语言文化为桥，拓展中格文明对话平台，定期举办多种多样的中格文化日、文化周活动，把这样的交流常态化和固化。啊，就像今天我们各位嘉宾所在的后面的这个小酒吧里面，我们有很多格鲁吉亚的汽水和啤酒，这其实也是我们文明互鉴互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第三，以青年交流为基，助力中格民心相通，鼓励两国青年到对方国家走一走、看一看，多举办青年论坛，巩固我们友好的民意基础。总之，总理阁下一行的到访是我们北语建校以来迎来的首位格鲁吉亚国家领导人的访问，必将载入北语的史册，并将成为推动中国友好的重要里程碑。让我们以此为新的起点，携手并肩，共建中格文明互鉴之桥，共创中格的美好未来。谢谢大家。尊敬的加里巴什维利总理阁下，尊敬的达塔维什维利副总理阁下，尊敬的达尔恰什维利部长、阿米拉哈瓦利部长、沙姆基亚部长、卡地亚这大使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各位来宾，中国有两句古语，一句是风雨迎贵人，也就是说最尊贵的客人到来的时候天会下雨，今天应该说是天随人愿。第二句话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就是最尊贵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大家欢欣鼓舞。应该说这两句话对总理阁下所率领的这样的格鲁吉亚的最尊贵的客人的代表团来到大学，来到中国的高等学校，应该说是最好的体现。所以在这里我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对总理阁下一行到访中国大学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同时也对长期以来大力支持中俄教育合作的
中外各界朋友表示由衷的敬意，对精心筹办本次活动的北京语言大学表示感谢。中俄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历史。习近平总书记7月28日会见了加里巴什维利总理时指出，中俄两国建交31年来，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双方将共同宣布建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要发扬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习总书记与总理阁下的会谈，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俄友好交往指明了方向。中俄两国教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2001年中俄教育合作协议签署以来，双方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合作交流活动，为两国教育发展和友好交往做出了重要的积极贡献。今天的诗人鲁斯塔维利塑像的揭幕，就是中俄语言文化互学互鉴的重要活动。中俄两国青年学子一直保持着多元的交流互鉴，青年是中俄世代友好的传承者、践行者、推动者，相信随着两国教育合作不断的深入，必将催生更大规模的中俄青年交流活动，两国青年也必将共同守护中俄世代友好的大树茁壮成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俄教育合作交流，面向未来，在总理阁下、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愿意各方从4个方面着力开展更大范围、更多层次、更高水平的教育合作。一是开创中俄语言合作新局面。明天上午，在李强总理和加里巴什维利总理见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怀进鹏部长将和阿米拉赫瓦利部长共同签署中文教育的合作备忘录，这必将进一步深化中俄语言合作，也希望各方大力支持中方高校开展俄语教学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二是构建中俄教育合作新机制，建议双方根据新的合作需要商签新合作协议和学历学位互认的协议，为顺利开展教育合作奠定政策基础，建议双方建设一批教育合作机制平台，可优先考虑发起组建中俄大学联盟。三是探索中俄教育合作新模式。中国教育体量庞大，我们有2.9亿的学生，1800多万的教师，教育系统的人口达到了3.2亿人，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我们要为提高效率效益，建立我们双方采取点面结合的新模式推进合作，在点上可考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与格鲁吉亚加强教育合作。湖南有6800多万人口，是中国的教育大省、教育强省，与格鲁吉亚教育合作基础好，中方愿持续地支持湖南开展与格鲁吉亚教育合作，打造合作高地，在面上支持北京语言大学等全国教育机构开展对俄合作，形成合作的优势和特色，
四是打造中格教育合作新亮点，中格在数字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语言教学等领域具有较强合作的需要，建议以打造上述领域合作品牌为引领，全面提升中格教育合作质量和水平，共同推动两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教育贡献。最后，祝愿总理阁下、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Mr. Vice Minister of Education of China, Mr. President, Professors, Chairman, Distinguished Guests, Ambassador, Esteemed Guests, Dear Scholars and Students, let me start by stating how thankful I am to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Xi for inviting me and my delega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Summer World University Games in Chengdu.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spitality and warm welcome. I have to say, I am extremely pleased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orgia will be elevated to the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 level. With immense pride and joy, dear friends, we've gathered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unveiling of the Shota Rustavelis sculpture at th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I have to say that I was exceptionally touched when during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he kindly referenced our great poet, Shota Rustavelli, in his speech. I extend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the authorities of the university for their invaluable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in making this momentous event possible. This occasion marks deepening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ties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and pays tribute to the rich literary heritage that both Georgia and China have hold. Shota Rustavelli, a renowned Georgian poet from the 12th century, is celebrat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contributors to the world literature. His epic poem, The Night in the Panther's Skin, is not only a masterpiece of the Georgian literature, but also a testament to the universality of friendship, wisdom, human emotions and values. A work that transcends borders, languages and centuries, resonating wit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here in China. Today's ceremony, dear friends, symbolizes the willingness of our nations to embrace each other's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foster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and underscoring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Today we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knowledge shar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Georgia and China. This bond already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I'm delighted to witness the growing enthusiasm among the Georgians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This rising interest form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promotion of meaningful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In this context,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e vital role played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which have been successfully operating in Georgia for several years, actively contributing to the spread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Georgia. And we are eager to continue supporting and developing this initiative.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as long been a top priority for our countries, including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of our ancient languages in releva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facilitating direct
collaboration among professional, higher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lso encouraging student and professor exchanges among other initiatives. During my visit, dear friends, we are delighted to sign a significant documen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Join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Georgia. And I believe it will greatly support our objective of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nations. I once again extend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President Xi, to his government,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for recogn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hota Rustaveli's contribution to world literature and providing this remarkable opportunity to highlight our heritage. It is my hope, dear friends, that this sculpture will serve as an inspiration to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of this university, encouraging them to explore the vast world of the Georgian literature, poetry, and our unique language. May this sculpture stand tall as a symbol of friendship and mutual respect, and may it serve as a motivation guiding us towards a brighter and more interconnected future. Thank you very much.希望我们中国两国建立。